门慧峰，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系教授，国际级武术裁判，多次赴日本、非洲、澳大利亚讲学，著有《48式太极拳入门》《太极推手竞赛套路》等。门慧峰，1937年出生于河北省静海县。1952年在北京上高中时，入北京四民武术社、义林武术社等习武。少年时曾多次代表北京武术队参加全国武术表演和比赛，曾获队练第一名等优秀奖。1959年至1963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武术专业本科，并留校任武术教师。1967年与学生阚桂香结为伉俪，双双在北京体院任教至今，曾任武术教研室主任、中国武术段位八段。1995年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教授，曾在国内外大赛中任裁判长、总裁判等工作。近40年来，培养出大批优秀武术人才及国内外武术冠军。